全自动豆芽机真的存在吗？这台豆芽机啊，日产400-500斤豆芽，而且呢是绿豆芽、黄豆芽可以同时在里边做。机器呢都是采用全自动的，自动淋水、自动控温、自动上水、自动报警，一个人操作即可，无需专人看管。4到5天即可以长出绿色无公害的豆芽来。你看我们这个筐子啊，也是我们厂单独定做的，踩上去都没有问题。上面呢是淋水管，这个呢都是交叉淋水，边边角角都能淋得到。我们这个水箱啊都是 PE 食品级的，而且呢这个水箱都是加高加大的。你看师傅在这里焊接，咱这个呢是内外双层焊接，里面呢都有加强筋。这个水箱啊是不导电的，而且你用多少年它也不生锈。买设备啊，建议到我们这种专业的大厂来，机器的质量、售后、技术指导都是有保障的。